唱国歌。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唱国歌。五大师哔哔，五大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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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哔哔，五大师哟。五大师，五大师，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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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五大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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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师哔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哔哔哎，啊，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哔哔哎，吴大师哔哔，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哔哔。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这个产品德鲁古话怎么形容？我是托广告送的你，托广告送的保护的你，还过去阿乌内姐姐，弄的还过阿乌内说，没得哎，弄那么长，还过阿乌内说哎，弄我说过来说，啊，我听我头话你啊，这不你没得哎，可以怎么讲？我还过那种，还过年薪的，我要包起来嘛。那简短的怎么讲？啊？帮我翻译一次，保险套怎么行讲？保险套，如果用个，如果用个，我得什么？如果用个，我得什么？还是年薪的。
马哈苏人性的，人性的，他是包五十的，马的五大师，大师那个，他是包五十的，就一句话，大师那个，也五大师，大师，如果一个大师们没有打开到，那不会是包的意思，那个包五十的，那不会是包的意思吗？啊？那不会是包对，那不会五大师，哎，有一个五大师，大师啊。我们这边讲啊，你为一个大师呢，你为一个人物哦，这样就好了。哎，那个比较是比较老的那个嘛，你为一个人物，他说他是包五也是的。哦，你为一个人物呢，他是包五也是的。哦，好。红公，格鲁古话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麻豆腐，麻豆腐，跟那个那乌达斯啊，哈哈哈哈哈，麻豆腐，跟那个那乌达斯啊，哈哈哈哈哈，麻豆腐，跟那个那乌达斯啊，麻豆腐，跟那个麻豆腐，跟那个麻豆腐，跟那个飞飞白带。煮饭呢？哈不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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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空气。我在那，我在那跑飞飞。那孩子吃东西。哈不一道，哈不一道，哈不空气。我在那，我在那跑飞飞。那孩子吃东西。我在那，我在那跑飞飞。我在那，我在那跑飞飞。
五大师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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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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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声音好歌。
香肠怎么讲？南路边，五德斯卡。我不会讲。南路边，五德斯卡。我不会讲。如果那个干妮娘要怎么翻？哦。翻译哦，就帮，没你先听我讲啊。我们就不救啊，就最简单。人家讲三个字干妮娘，我们太想拯救。没有，就照字面上翻出来要怎么翻？干妮娘哈，九问雅亚树。哦，超级拜要怎么翻？超级拜是九问。比比，九问是干，比比是女孩子的生殖器。跨沙小怎么翻？跨沙小是，米大叔拿怒，就是你在看什么？那个靠背呢？靠背，哭爸，哭爸是吧？好跟哑巴是，可是你爸爸死掉有没有？靠背是死，哑巴是爸爸。靠腰，靠腰是，靠腰的地面的话。肚子饿，哭肚子饿的意思。对呀、啊，就是你的是，乌鸦和读书啊。格鲁普话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马路草菜。Yeah.
Budas. B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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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as. Budas. Bibi, Budas. Bibi, B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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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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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as. Bibi, Budas. Bibi, B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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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i, Bibi, Bibi. Budas, Bibi.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武度沙印度岸，武大师比比，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好嘞，阿里，都不累，跟他们商议哈，来，哎，我们用三三八的哈。
的话，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麻豆腐。炒菜。麻豆跟豆腐那乌达斯那。炒菜。麻豆跟豆腐那乌达斯那。煮饭呢？阿皮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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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皮保险套的话，只要太阳的话，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新产品？是嘎巴，嘎巴，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嘎巴是袋子，是不是？还是就是那个就是稍就是类似袋子啊，类似那个意思。但是它国语是叫保险套嘛，哈。那太阳话怎么翻最贴切？就是那个翻译的艺术，好吧？怎么形容会大家觉得说哇，这形容很棒？傻不乌达斯嘎巴，傻傻傻入啊，傻入乌达斯嘎巴，傻不傻不是什么？傻不就是包，乌达斯是你的那个嘛？男生的器官阳具嘛？嘎巴就是那个套子。傻不乌达斯嘎巴啊，傻不啊？对，应该是傻不。好，那那个叫乌达斯那个喽，也要讲哦。可以啊，有的看一看怎么形容都可以啊。沙布嘎巴乌达斯妈妈。好，讲那个很色怎么讲？很色。很好色怎么讲？哎呀，孤立。哎呦啊！人家很多情风流怎么讲？啊，风流。风流啊！风流罗马书法，罗马书记，罗马书记，罗马是孤立格内林。啊，罗马书记，罗马书记，罗马书记孤立格内林。啊，对对对，讲那个好听。Roma si kuris kneri mampus cipu masih dekat. Roma si kuris kneri mampus cipu masih dekat. Uda si pipi, pipi uda si pipi. Udo sayin tuan, uda si pipi, uda si pipi, pipi uda si, pipi uda si.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上来自己这四个朋友来这个表哥表弟一起来的Thank you.
带你们了，快点来。邀请我们前任的院长杨启寿牧师来给大家勉励，欢迎。不要自满，不要认为你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学很多，你们所学到的只是一点点皮毛，你永远学不完。所以各位毕业生，在宝贵的时间，我只有送你们一句话：勇敢的、认真的、不断的跟这位爱你的上帝摔跤。愿上帝祝福你们，祝福这个学校，祝福所有的人。谢谢，谢谢杨牧师的勉励。就跳蛋照吃面饭怎么讲？跳蛋哦，比赛法技能够跳怎么讲？跳跳那个比赖呀，对比赖那没错，比赖把硬把硬蛋。成年人可以问，我就是你刚刚讲那个男生自卫打手枪怎么样？哦，对啊，你一个爸爸就是，对啊。月经要怎么讲？月经哦，栏目，我到栏目啊。那广告是那个好自在卫生棉，卫生棉怎么样？好自在哦，不是卫生棉，卫生棉。我洗面。不拉手慢，好用。不是骂那个贱货，假如就贱货要怎么去形容？那个，然后那个啥，那个什么手干，什么干是臭是味道。不是那个不是这个闪亮的最不好听，闪亮是不好听。闪亮是什么意思？闪亮就是那个最不好的，很快的意思。好，来讲了，朋友呀，该比比呀，这个手干手干。成人影片里面哈，他日本那个一堆一堆，那泰话怎么讲？啊，这看我讲。如果说那个，像那个有泡面叫真爽嘛，很爽那个很爽的泰话怎么讲？拉，不是，拉长一点，拉，不是很痛，是很痛。你要这样子的话，就这样拉，你们拉是很好的意思，这样子，不是吗？是这样叫吗？呜。家务那就不是外国人了，不要了，这样我叔叔看到我会傻的。大光大美的水，龙江的森林，给那亚巴的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无言。Saúde a tudo, Deus, a mim